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HSK 一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2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看电影，看电影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五杯茶，五杯茶。二，请坐，请坐。三，吃东西，吃东西。四，妈妈和儿子，妈妈和儿子。五，十点十分，十点十分。第二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这是我的书，这是我的书。现在开始第六题。六，小猫在椅子上，小猫在椅子上。七，现在下大雨了，现在下大雨了。八，我会做中国菜，我会做中国菜。九，
我听了几分钟的汉语。我听了几分钟的汉语。十，你能去买一点水果吗？你能去买一点水果吗？第三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，中午女儿回家了吗？没有，她和同学去饭店吃饭了。十一，中午女儿回家了吗？没有，他和同学去饭店吃饭了。十二，这本书谁看了？老师。我看了。十二，这本书谁看了？老师，我看了。十三，你看见我的杯子了吗？在电脑前面。十三，你看见我的杯子了吗？在电脑前面。十四，这几天天气怎么样？很冷。十四，这几天天气怎么样？很冷。十五，看看电视怎么样？对不起，我想睡觉了。十五，看看电视怎么样？对不起，我想睡觉了。第四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
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现在开始第16题。16。今天是3月2号，星期六。今天星期几？今天是3月2号，星期六。今天星期几？17。我们坐出租车去学校。他们怎么去学校？我们坐出租车去学校。他们怎么去学校？18。这些都是我朋友的衣服。这些衣服是谁的？这些都是我朋友的衣服。这些衣服是谁的？19。王老师和几个学生去北京了，下星期回来。王老师现在在哪儿？王老师和几个学生去北京了，下星期回来。王老师现在在哪儿？20。李小姐明天上午9点多来。李小姐什么时候来？李小姐明天上午9点多来。李小姐什么时候来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